语词，对不对？字眼把这个概念灌输到他的脑海里，让他听懂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啊？特别是越厉害、能力越强的人呢，他越懒得听你讲的久。能力越强的人，他越懒得看你的资料，他也不想看什么影片。他说：“你就三两句话跟我说清楚，你三两句话没有办法跟我说清楚，我们就不用谈了。”对，明白吗？对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问一到十的问题啊，这个我已经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要求他做一个决定，你到底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？不感兴趣，我先走了。OK， 感兴趣的继续谈。六分钟讲制度 ，OK， 所以他真的感兴趣了，我就说恭喜你合格了。我来跟你讲讲奖金制度到底怎么做的。OK， 第一步，钟老师，钟女士，你要入会成为铂金。那入会成为铂金多少钱？511，送你积分，送你什么积分？送你多少积分？400分。OK 啊，好，那反正我会教你怎么用。第二，你要累积几位？4位，然后免费。好，有没有时间限制？没有，慢慢来。OK， 但是你要快，明天就累积10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推荐1位，你赚积分。OK， 所以很简单，明天约一个朋友来搞定的话，你又赚200分，对不对？你约10个人搞定就赚2000分，然后现在公司有一个促销，再加你1000分，你就变成我们叫做行政，然后你这3000分就是相当于3000美金，你当作钱来花，去新西兰玩1个礼拜，哇，爽不爽？爽，好，马上约10个人来。 OK， 然后推荐1到3位，你赚现金，所以额外还给你送钱，然后详细的我就不讲了。第五，复制几组？2组，你赚对碰。好，反正很简单哦。钟女士，我跟你举个例子，假设今天你是我的 A 组，然后我找了另外一个人，他是 B 组，然后呢，一辈子我就只有几组？2组。然后呢，我的工作是要去推荐200个组，还是帮助 A 跟 B 组成长？没有，很简单，所以 A 组成长3个会员 ，B 组成长3个会员，他就叫一个。对碰，那一个对碰他给你200美金 ，OK， 有没有时间限制？没有，所以33几个碰？一个。来，注意看我的动作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，33几个碰？一个碰。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？有。OK， 66几个碰？2个碰。一个碰赚多少？200。两个碰赚多少？400。OK， 99几个碰？300。一个碰赚多少？200。三个碰赚多少？600。所以你每个星期有3个碰，你就赚600。四个星期你就赚2400美金，对不对？所以钟女士啊，你有没有认识年轻人一个月赚2400美金，他就可以全职的，有没有？2400美金才10000多块钱。啊？你从哪一个地？星球来的啊？哈？有没有搞错？真的，2400。10000多还不够啊？够了。我说普通的一个年轻人嘞。够了。打工的太惊讶了。打工的话呢，一般从3000。对呀，一般的那个饭店的服务员才赚多少钱？3000。对呀，那个大堂经理才赚多少钱？5000-6000、7000-8000吧，最多，对不对？没有吧，到不到了8000。关键是你需不需要上班？不需要。能不能帮助救助很多人？能。所以如果他是黄色的无尾熊，我就应该怎么讲？你要不要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创业？财富自由，他不用赚多，他一个月就赚2400美金，能不能改变他一辈子了？能。所以我们来拯救全球，好不好？好。抱一下来，你是铂金还是铜金？铂金。你沙发是打卡有没有？好，马上报单 ，OK 。OK， 你要懂得不同的颜色讲不同的话，知道吗？好，老虎你就不能讲这个了啊。老虎再说一遍，你讲的老虎。老虎就是最后一个，累积几组？3到6组，晋升级别。老虎你就说，
这个年轻人啊，38岁啊，5年前稀里糊涂的推荐了6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这6个人现在累积了30多万人，现在每个月坐在家里拿，对不对？10几万美金，1年100多万美金，然后到处飞免费，一大堆积分花不完，这样的人都可以做起来。哎，钟老师，你肯定比他快，肯定比他厉害，对不对？什么6个人嘛，他去一下明天就6个人了，是不是？对吗？挑战，对不对？怎么一个38岁的年轻人就可以做到这样？我们肯定做得比他更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为啥是八十大？为啥八十大都有？对，好，拿出来，我现在马上给你报个单，6个月之内上 IMD， 耶、yeah! ！老虎，知道吗？老虎就是这样子来讲 ，OK？ 好。孔雀怎么讲？孔雀，孔雀啊。孔雀啊，孔雀不用讲制度了，孔雀就直接来，我们来看，你看，哇，你看他们玩的爽不爽？你看，哎呦，哇，天哪，哎，哇，你看这个帅哥，你看都脱光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全部是免费的酒啊，哇，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，500多块美金可以认识人，又可以玩，然后还可以赚钱，不用想了啦，我一扫也不带 ，OK， 耶，你加入了。真的，蓝色一个好 ，OK， 根本都不用讲制度的。然后蓝色你那个孔雀，你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快？要。要不要兴奋？要。要不要很多动作？要。要不要很嗨？要。啊、哦，顺便拿2罐那个海洛因出来磕一下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吸毒这样，对吧？很嗨的啊、哦，孔雀很嗨的。OK， 所以它是感性，知道吗？感性。它是兴奋，然后冲动啊就。加入完了，他回到家，我那个公司叫什么名我都忘了，刷了多少钱我都忘了，反正加入了，随便了啊。你看，啊，猫头鹰啊，猫头鹰呢，你是当天呢是不可能搞定的，所以你不用浪费太多时间的啊。猫头鹰就直接跟他说，钟女士啊。现在呢，我给你所有的网站，所有的微信的那个稿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资料，然后呢，现在有时间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，来，我们看，我给你看一下订机票是什么样子，你看，哦，就这样点，你看，哇，你看所有的航空公司出来了，看到吗？然后呢，他很详细，他有跟你说几点到几点去哪里，看到吗 ？OK， 来，我们来弄一下啊，你看，这是所有的配套喽，然后啊，这是所有的那个配套的那个讲解了 ，OK。然后呢，我再邀请一下我们这个马老师哦，他也是很详细的，10分钟他跟你讲他怎么一年之内累积100多万美金的收入，你看一下你就完全明白了，好吗？好、哦，你看一下，然后顺便你看完了，你给我你宝贵的这个分析，还有剖析，还有意见，好吧？我现在就要出差， okay、你要帮我能订上，我就加入会员。哦，是吗？看一下这个好，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好，哇，你看 ，OK， 点这个 ，OK， 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上海。OK， 好，我跟你开啊、哦、，OK。好，你看这个航班最便宜的是这个南航，对吧？有多少钱哈？那我们现在去开南航一下啊。但是我要跟你声明说，不一定每一次都比较便宜的。但是如果真的我们的价格比较贵，然后票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公司会赔你差额1.5倍，相当于你赚了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就试试看，无所谓了啊。如果贵就贵，便宜就便宜了啊。反正至少航空公司的飞机票是可以订到的，就不是骗人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我们看一下。哇，你看便宜20美金呢！现在就订，赶紧订！好，欢迎你加入，耶、yeah, ！好，但是我跟你说哦，猫头鹰是不可能加入的。他会说不用紧，我回去我再研究多200个航空公司，300个酒店，我再做决定。那啊，你说没关系，反正一次就研究了5个。可以，我刚好下面呢，我有一个我那个表弟的那个账号没有用的。我给你那个密码，你就进去玩吧，玩到你爽了啊 ，OK， 玩到你爽了，你分析到完，看后台全部看到完，看到爽了，满意了，对不对？3天后我打电话给你，3天够不够？够。够啊，3天 ，OK， 好，所以3天后我会打电话给你，然后你给我你的这个分析，好坏都可以分析，没问题的啊，给我你宝贵的意见，好吗？好，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，我还有很多人要谈，很多人准备排队要加入了啊，我先走了 ，OK， 好，走了，拜拜，不要理我，好。OK。但很多新伙伴最多遇到的问题就是别人会问你做了多久，有多少人加入，赚了多少，还是这个问题。
哦，你是回答了吗？是做了多久，赚多少钱，有多少人加入是吧？昨天讲了。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是我，假设我是新人呢、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呢，没有人加入，我一分钱都还没赚到，你是我第一个。到了跟我讲。贵。你是我第一个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很重要吗？因为明天我还约了10个人，后天我约了6个人，大后天我约了20个人，这整个月我都排满了。如果你是今天我推荐的第一个、哦、恭喜你。刚才马老师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左边只可以有几个？3个。错，左边只可以有几个？一个。右边只可以有几个？一个。接下来我推荐的所有的28,999人要放到哪里？下面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做决定，明天我签的那个人就在你下面，今晚我签的人就在你下面。如果你今天不做决定哦，对不起，你会损失惨重，后悔莫及，跳楼自杀。所以怎么样？加入，要不后悔莫及。真的吗？真的嘞。真的。很认真哦。我没有求你的。OK。真的，我不需要赚你的钱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加入。喊他出来。明白吗？对。但是有人会说，没关系啊，我晚两天加入啊。哦，好，那我时间到了，我先走了啊，你慢慢想吧。走了，不要理我。他加入。他也走。这是你自己的信心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各种人都会有。我的信心是破天荒的。你不加入我是你的损失了。对。是你笨的。但是我不会这么讲的，我的动作已经讲了，听到我的动作，你不加入我是你的损失啊！反正我已经看准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年之后一定是 I M B， 要就来，不要就算了，爸啊啊！好，当然，如果这个人比你更成功的，你不能讲，对，老虎不可以，啊，老虎就说，那个王姐你啊，那个你慎重考虑哦，因为真的嘞，我跟你说，我很努力的。我真的拼了，好，所以我一年之内做到 IMD 了。如果你错失机会，你不要来怪我。我该说的话已经说了，好吧，好。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做，你肯定做的比任何人都快的，你一定做的第一名，你一定是全亚洲第一名的，好吧？可以啊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哦。有一位先生姓黄，有没有听过？亚洲非常。对他很厉害的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呢，哦，那时候我就也请教他一下，然后呢，他真的看懂了，然后呢，他呢，哦，就在7个月3天哦，就成为全球华人最快上 IMD 的最厉害的严重厉害的人，对，是吧？啊，好，他跟你很像，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比他更快，哦，一定可以的，不用考虑了啦。今天做决定了，决定铂金还是铂金？铂金，要不就做铂金，要不就不做。好，欢迎加入，肯定 ，OK。好，所以如果是老虎呢，你越让他感觉到他很厉害，越挑战他的能力，他就越会要，做决定，听懂吗？对。所以老虎是要挑战能力，猫头鹰是要挑战什么？智慧。啊，对，虎尾熊是要激发什么？爱心。OK， 猫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孔雀。孔雀是要带动什么？兴奋。会了吗？会了。OK， 好，讲完了。OK， 所以6分钟讲制度会不会？会。哎，有一个错别字哦，讲制度，不是讲制度。OK， 所以解答疑问哈，所以来，这个是我经常教的哈。如果叉叉不是问题，那就没问题了，对吗？啊 ，OK， 所以这台你就说那个人不是我，是，真的很管用的，真的，你要去试试看，啊，不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，对，只要你这么回复他。他说：“我觉得这个公司到底稳不稳呢？能不能长远呢？”你就回复他。那如果这个公司稳定不稳定啊，不是问题。那就没有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意吗？同意，是不是？同意，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，我们都研究过了，你该研究的我们都研究透了 ，OK？ 所以铂金还是铂金？铂金，欢迎你加入 ，OK？ 如果他还有问题，他就会再问，然后你就再答了，对，简单吗？简单。好，不管什么问题都不
不是问题。点头微笑握手。二选一成交，那么你是铂金还是铂金？哈、哦，你是微商还是万事达？哎，你是今天马上要用我们的产品，还是马上要赚钱？其实结果是一样。对。对，用产品也是铂金，赚钱也是铂金。OK， 啊、哦，讲完了，简单吗？简单。OK， 好、哦，所以重点是这里。当然，你可能你有很多其他的方法，但是今天不是你多厉害，今天是你能够多快的去复制你的团队做简单的动作。OK， 你就成功了，好吗？好。好。OK， 所以证明啊，丹尼说他的伙伴复制了我，就代表我的方法已经复制下去了。OK， 感谢，谢谢，讲完喽，谢谢，下面有黄女士。啊，还有啊，啊，还有什么？都快要看到，压，再压一次。哦，成交技巧 ，OK， 继续讲成交技巧。好，所以呢，刚才沟通完了，最简单的成交是二选一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铂金，铂金还是微商万事达卡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你要做鸟还是要做虫？对啊、哦，所以就二选一嘛，啊，那是最简单的。但是高级的成交技巧就不一样了，高级的你是要有系统化的啊，所以有几个方法你就要教会他怎么用问题解答、禁止模仿。人格四象学，这个爵士已经讲过了。五大心态是我最经常用的，责任保证是你的保险，然后二选一法则刚才教了，然后正面导向 ，OK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教。第一哈、哦，就是教他问这些问题。所以当你沟通完了呢，通常你们就嘴巴就卡住了，因为你不敢说你要不要加入。对。很多人的新的人都是这样，他不敢开口嘛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加入？不敢说的。他就会一直说，你哪里还有问题啊？没有，你还需要考虑吗？没有，啊，或者讲一些东西了啊，或者继续讲废话。所以呢，你就要教会他念这三句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请问你最喜欢哪一部分？产品还是赚钱 ？OK， 所以呢，通常你不玩小猪铺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问这个，你是喜欢那个玩的部分，还是那个赚钱部分，还是两个都喜欢 ？OK。然后请问你对哪一部分不清楚公司产品制度和系统？所以他说，比如说他的回复是，哎呀，我对那个旅游比较感兴趣，啊，你跟我讲一下那个积分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所以一样你就对症下药，啊，我对那个制度比较感兴趣，那个马老师讲什么左三右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就进一步的解释 ，OK， 解释完了，你就要怎么样？铂金还是铂金？成交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样？解释完了，讲完了。铂金还是铂金，他说你就要怎么样？你就要接下来问什么？你对哪一部分不清楚？是公司不清楚，还是产品，还是自助，还是我们的系统？然后你问完了啊，你就要怎么样？闭嘴，闭嘴 ，OK。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，就像赌博一样。有没有玩人玩过扑克？扑克呀，有啊，扑克是不是有那个扑克脸的？对，就没有表情的呢。老王对，没有表情的啊、哦、啊，一样的，就跟赌扑克一样啊、哦。你问了他的问题，你到底哪里不清楚？公司产品制度还是系统？系统啊，哪里不清楚？系统第一个开口的就输了，懂吗？就赌博一样，第一个开口的就输了。好，我再做多一次啊，看我的脸了。怎么样，钟姐？公司产品制度还是系统？系统哦，系统啊，挺好。他输了喽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系统呢 ？OK， 好，来，我来给你看一下我们系统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成功八步，我们有这个陌生推荐法，哇，是滴滴滴。然后我来给你开个影片，你看，播一下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泰国曼谷刚刚开的10,000人的系统大会，全部台上的都是 IMD 了，你看这些人比你丑，比你胖，比你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可以做到了，你肯定可以做到了，对不对，王姐？对，好的，是，好，所以就这样子了，好，所以对症下药，不管他什么问题，你就对症下药。
公司你就给他看公司的东西咯，产品一样的吧。然后讲完了 ，OK， 所以怎么样？系统很棒，对不对？对。系统绝对不是问题，所以如果系统不是问题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你是铂金还是铂金？他说还要考虑。接下来问什么？请问，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今天做不了决定？到底是时间、钱还是没有钱 ？OK，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，基本上就是三个问题。对。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握住他的手，他说他还要。你说你还要考虑？我还要考虑一下，回去我上网再看一下，能不能上去，然后能不能？我要老公的。可以看我的脸，看我的脸啊！他说他要考虑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就会很惊讶的看着他，还要考虑啊？考虑一下。这个钟姐到底是什么事情，让你今天做不了决定？我要回去看看这事是不是。不，别说别说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时间吗？还是钱的问题？还是你对我对这个项目没有信心？没有信心，都不是。我要看这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。你要求证是不是真的？不用求证了，我现在跟你求证。好，来，你要求证什么？我看能不能进去。OK， 所以他要求证什么，我直接给他看了。OK， 求证完了。铂金还是铂金？铂金吧，铂金吧。没有，你还要考虑，你还要考虑啊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啊。啊，你还要考虑啊？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。那他到底是我都东西都给你看了，当然时间、金钱还是信心？我没有经验，没有经验就是没有信心是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不用有经验，不用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们有系统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来看给你系统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们有一个成功八步，我们有 APP， 我们有喜马拉雅课程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 FU Global， 你看我们的黄爵士，哇，滴滴答答的，这些都是成功系统，对吧？所以不用担心，系统不是问题的啊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我们一起来，你是铂金还是铂金？再考虑考虑。还要考虑，对哈 ，OK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是能够搞定就搞定了，对。还不能够搞定，他还在考虑怎么办呢？啊，下一个，禁止什么？模仿。注意身体语言，注意讲话的声量和速度，手的动作，模仿对方，引导对方，点头微笑，放松双手，握手跟击掌。有没有看过我做这个？有。谁没有看过我做这个？禁止模仿，谁没有看过 ？OK， 我做一次给你看。OK， 来，中华，请给他掌声。耶、yeah!。OK， 做。OK， 所以。假设他的肢体语言、是比较不爽快的那种、你就这样的，对，就是不太相信那种感觉了。很酷点。OK， 好，对，很好，他肢体语言是这样子，对吧 ？OK， 所以呢、你就要模仿他的肢体语言、所以，请问你是那个你是对哪一个部分还有问题？公司、产品、制度还是系统？然后你就很不爽的，回复，那个你跟我讲讲公司，好，就这样。帮我讲一下系统吧，谁能帮我？谁能帮我？如果我要切入的话，谁能辅导我？你麦在哪里？麦来给你麦克啊 ，OK， 来入戏一点，入戏一点，中吗？对啊，就是你。你是那种老虎，然后比较高傲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觉得这什么东西嘛？那种感觉。这个比较有挑战，我一直都挺谦卑的。找一个老虎，找一个老虎上来。老虎花儿花儿，来给花儿掌声。OK。这个椅子太高了。哎，不，那条签是吧？那条签嘛，一会儿就卸掉了。好，我也来一支啊。OK， 来。所以你是哪里不清楚？公司、产品、制度还是系统？这个公司多少年了，合不合法呀？好，对，所以你就要模仿他的肢体语言，他是翘脚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就，OK， 然后就模仿什么声音和速度，对吗？那个你的，所以你担心的是公司，对不对？公司的合法性，还有什么？多少年？很多公司干干就没了，都不想努力没结果吗？OK， 好。所以你先模仿他的动作跟声音量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你就要开始引导对方。什么叫引导呢？你先模仿他，
你模仿他的时候呢，你跟他一模一样的哦，他的脑神经是这样子，他的潜意识就会，他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哦，这是很快的，他的脑神经就会看到，哎，怎么对面就好像看着镜子一样，他反应不过来的哈、哦，那就哦，公司，那你的问题是公司多久了，然后稳不稳定，那个会不会突然跑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你要回答了，对吗？回答的时候你就要改变你的肢体语言了，你要引导他了啊！你就说，这样，花姐，如果这个公司呢，我跟你说已经十年了，然后呢，肯定没有问题，29个国家的市场，绝对稳定，该骗人早就倒了，同意吗？同意。那如果这个不是问题，那就没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想有问题，还有问题。那个制度，因为很多直销公司的制度是，做早才能赚钱，已经十年了，我们现在做有没有很晚？能不能赚到钱啊？哦，来，我跟你说，给我点手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因为现在亚洲刚刚开始，我们是亚洲的首批的开荒者，我们肯定赚大钱。所以十年的公司，如果今天星巴克来了，我们是第一批开星巴克在亚洲的这个加盟商，你说我们发不发？应该没问题。肯定发，对不对？就跟说不用考虑了，又不是500万，不就500多块美金嘛？铂金还是铂金？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做了多久了？赚了钱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过来，靠近。我们是第一批。我的老师姓黄，他在马来西亚做了2年多3年的第一批的华人，他已经创造奇迹了。现在我们跟着他绝对没有错，我们就是下一个 IMD， 知道吗 ？OK， 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一定做得比我们还要厉害的。你这么厉害，他在马来西亚做了2年，做到了。IMD， 对，他7个月3天就做到了。那我们应该没问题，因为我们有十三。什么7个月3天嘛？你什么3个月就搞定了啦？是不是？哇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生意是可以做的。OK， 所以微商万事大，卡云丹。那你对我有什么支持吗？对我们的这个，就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懂啊。我没关系，我们有成功的系统，永汉系统已经成功了，很多人成功了。来，我给你看，你看这个照片，我跟谁拍的？你看。哇，这是黄爵士，看到没有？你看这个是马老师，你看这么年轻，这小伙子，这样子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，哇，你看这个年轻人叫 Gary， 他是那个原本是湖北的，在新加坡做工程师，从来没做过销售，对不对？开始前面1-2年谈的那种200多个人，一个人都没加入，他没有放弃。现在呢，因为他跟他系统学了，陌生开发，他现在才30多岁。他现在已经做到他们叫什么 MD 级别啊，他已经封顶，每个月都10000多美金一个月，这样的人都可以，我们肯定可以的，不用考虑的了。铂金，没带卡，没带钱。OK， 好，所以可不可以？可以的啊，所以重点是刚才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怎么用肢体语言？对。没有，首先他本来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模仿他，然后我怎么带动？我回答的时候我就，然后我说，对不对？你答得真好，你问得真好，握个手。当你握手，是不是眼睛在带动他了？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然后呢，你要更有亲和力，你就靠近点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你要跟他讲很重要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别人不可以听到的。老虎就喜欢这样的，是不是？老虎最喜欢你跟他亲近，走近一点，说悄悄话。是。老虎最喜欢。是 okay? 你离它越远，它离你就越远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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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但是猫头鹰就不可以，猫头鹰你还是离远越远越好，因为它怕你的细菌，你明白吗？它怕你传染细菌的，啊，就越远越好嘛。啊 ，OK， 然后呢，孔雀怎么办？兴奋跳起来，跳起来。孔雀就直接在那边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还快呀，先来两杯吧，对吧？对呀，先来两杯，不用讲那么多话，先来两杯。喝了再说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如果是无尾熊呢？无尾熊就跟你说，如果我们可以帮助。